缺乏社会联系会增加死亡率。杨百翰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研究人员分析了148项健康报告和社会关系研究的数据，涉及发达国家的超过30万名男女。结果发现，那些社交关系差的人在研究的随访期内，比具有更牢固社会关系的人的死亡率平均高 50%。这是事实，但是有希望。经常花时间与他人相处，可能是您可以为自己的健康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。社会关系对死亡风险的影响与吸烟和饮酒一样强，超过了其他风险因素的影响。因此，结交新朋友有助您更长寿。